品跟照片，要往中间站。我跟马总把边，请大家往中间站。对对对，来来，往中间，往中间，往中间。来，李爱成，来。哎，来，欢迎高圆圆。还有我们一位新。喜欢看现男友和孟总裁的梦幻联动，7月28日，魏大勋和李现一起出席阿那亚活动，引发了网友关注。魏大勋没有金丝眼镜依然很绝，穿西装帅的让人以为是梦面臣来了。李现衬衫搭配黑色长裤也是帅到爆，一个185，一个183，两人站在一起简直太养眼了。到合影环节时，主持人让大家往中间站，两人切让 C 位，李现抱起魏大勋就往中间对，让人想起魏大勋那张被迫生他的图，表情包走进现实，真的太好笑了。